台北市长柯文哲与副市长黄珊珊、蔡炳坤来到士林夜市大啖美食，宣布市府结合当地北艺中心在地商家推出士林异享券，就是民众在北艺中心7月2号到10月2号开幕期间购票入场者，都可以得到50元的折价券，可以到士林夜市消费折抵美食。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哦，当然是造型很特殊的。这是我们国际著名建筑师哦 ，Rainbow House 设计的哈、哦。那我们今年在3月到5月有开始试营运，试营运以后一定会发现一些小问题了哈、哦。那所以在做，现在正在做 debug， 那大概就下个月开始开幕，那开始开幕。那这个历经10年兴建，你知道哈、哦？那3到5月试营运，再到6月、7月、6月的5、6月的 debug， 你知道吗？那现在要正式上线了。那我们这个当然希望说，这个北艺的行程一样哈，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建筑，所以我相信将来一定是很多国外观光客会来。其实不止国外观光客的，我们大概国内的很多人都跑来看。那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参观动线，其实没有很多，就一条。我那条我走过一遍，我觉得在蛮特别的，那个可以让你看到整个剧场后面怎么运作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这一定是我们台北的地标了，所以会让将来一定会很多人来的，这不仅是我们台湾各地会来，我相信我估计然后大概下个月边境就解封了，所以大概观光客就开始会进来，所以刚好在这个时刻盖好，你知道那会很多人来参观的时候，我们希望说，他的成功一定要带给地方的繁荣。他说这个刚才主持人已经讲过，我们的设计就是看表演以后可以下载50块的折价券，到士林夜市吃东西的，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让这个北艺的成功也带动我们士林地区的繁荣。本来你知道我们今年在台北灯节的时候就在这里办。那个礼拜人山人海，我们本来想说大概就一鼓作气坐上去，结果没有想到疫情来了，哇，全部打回原形，所以现在要再重来一遍了。现在要利用这个北艺的开幕，你知道再把人潮再带回来。不过大家不要紧张，我们今年的白昼之夜还在这里办，所以我们开始这一连串北艺的开幕活动，然后再把白昼之夜这个。不过还好啦，这个疫情 也大概结束了，所以这一波不会再，或者说人算不如天算。我本来想说这一波上去，比照那个当年我们在西门町办台北灯节，一次就把西门町的生意做上去了。不过还好，我们后面还做了很多预备动作，所以我们现在就随意的开幕，那加上白昼之夜，那一路拉上来。士林异享券的发想就是基于北艺中心与士林商圈做好邻居的概念，让民众看表演又逛街，互相聚拢人潮。那我们终于丑媳妇要见公婆了，然后那压力很大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不晓得天时在疫情能不能真的准时过去地利当然我们就处在这边，人和是没有问题。我觉得我们商圈大家在这几年努力都把整个商圈形象不断的在提升，所以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客人怎么样子导到这边来。那这边大家来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哎，这边是跟他形象中、记忆中的事情不太一样，那个会有加分。那我们就怎么样去努力导？我们现在从7月2号到10月2号，整整的大概有9万多张票，将近10万张票。那这我们努力把这些人通通导过来这边以外。我们事实上还有很多的展览活动都会在广场在这个地方，然后刚刚这个市长讲的参观回路，他会每天带来了多少观光客来参观这个，所以他的客人不会只有在周末出现，我们希望在周间都要有，不然这个钱只算周末是不行的。我们努力的把这个地方大家鱼帮水，水帮鱼，事实上相信也有很多人是因为想来吃东西，顺便来看演出，顺便来参观北艺，不是说我们北艺帮你，你们也帮我们，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大家共荣的一个商圈。也感谢这么多年这个各位商圈真的努力的在支持我们，使我们在这边压力很大，但是我们有信心
因为不是只有这三个月，接下来白昼之夜还有我们所有的场馆通通节目排满满的，所以这是将来变成一个常态性的我们全年无休的这样的一个演出。我相信它不会这样子，因为一个大活动然后之后就没有了，我们希望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龙井。今年台北灯节2月11号到2月20号在我们士林举办这个台北灯节，当初举办之前跟台北市政府各级的长官还有我们产发局文化局各局处相关的单位密集的开会筹划，业者也是战战兢兢。好，那我们的经验，只要是台北市政府办的大型活动都会带来当地的繁荣，结果果然不出所料，2月12号我们柯市长来开幕典礼的时候人潮最多，多到手机信号收讯不稳，哦，那个人潮密度真的很高，潘山大家生意都很好，2月份、3月份人流逐渐回流，结果碰到4月、5月疫情又爆发，到现在又恢复原状。现在就是说借由北艺7月正式开幕，那个吴伟强场馆外面还有很大的广场，有学生族群会在那边表演练习，活络商圈，看到车流如果经过北艺或是坐捷运就看到北艺那个造型，还有下面很多学生有很多人潮的话，对于这个夜市人都是喜欢往热闹的地方跑，对我们这个士林夜市商圈真的会带来一些人潮。接下来就是还有一些市政府的一些振兴方案，我们市场处、商业处、产发局、文化局都有，看到白昼之夜应该如果说陈如说刚市长讲的七月份渐渐解封的话，然后暑假本来就是旺季，应该会逐渐回流，希望不要再有下一次了，我们已经经过三次了，这次真的没啦啦。啊，如果谢谢今天我们台北市政府市长、副市长还有各级长官对我们士林夜市这么的关心，啊，这么的努力来提振我们商圈，哦，代表3000各位会员谢谢我们市政府的长官还有那个朋友，谢谢各位，谢谢。副市长蔡炳坤也补充，目前只是启动仪式，市府6月30号不将办理地区说明会，邀请民间一起努力活络商圈。我们今天是一个启动，那6月30号下午3点，我们还会到这边来，会办一个地区的说明会，还会邀请地区相关的这些商圈啊、里长啊等等都会来。那在说明会上面会把整个半年接下来半年我们所有的活动都让大家了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加入，甚至如果地方有他们的想法也可以提案，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把这个至少下半年能够让它延续的这个整个商圈能够活络起来。北艺中心是由国际知名建筑师库哈斯设计，外形吸睛，经过今年3到5月的试营运后，现在正进行细部改善工作，即将正式营运，盼吸引国内外观光客前来参观。记者温君台北报道。